还是感恩，非常感恩上人、全球慈济人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在纽约曼哈顿的大爱人文中心，终于在10月13号早上10:13才启用。今天也正好是我们农历的9月15号，也是月圆的日子，也是全球慈济人团圆的日子。当然，上人的期许是希望我们这个中心呢，在世界的中心点呢，我们发光发亮。除了介绍我们的净思法品以外，我们也介绍我们的慈悲科技产品，也非常感恩大爱科技能够在美国开始落地生根，由我们环保的产品来带动环保的理念，除了环境的环保，还有心灵的环保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作为证明的就是我们对面的圣公会教堂，马上呢就变为我们的会员，也牧师也变成我们的会员。那我们下午还要借他们的教堂来办活动，这个就是展现慈济的大爱包容，还有感恩这个爱，一定是可以让社会祥和，只要我们愿意付出。美国主席之间过去30年地理跟美国社区来接触，也一直希望说会当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这个世界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有一个适合的地点，将组织理念在这国际平台来展现。2019年10月13日，台人文中心启用，是跨越宗教、种族的善的相聚的所在。